有所有咧嘅 TVB 嘅职业员啦，夹埋有成200多位啊，要分两日开始啊！我哋准备开盘嘅嘢，系开盘啦，系咪啊？系咯，哇，一齐嚟啊！有啊，开唔开啊？有仪式要做嘅喎，大佬啊，嚟啊嚟啊！喂，马德忠，你今年系咪第一次开始？第一次参加，好有新鲜感啊，好开心啊，好热闹啊！你知唔知道有咩食嘅先？盘菜啊嘛，同埋有乌冬咯。嗱，今年咧除咗食盘菜之后咧，其实咧盘菜要仲要拉票嘅，星期日就颁奖礼啦，有冇信心？唔拉啦，咁多年都攞唔到男主角，我决定向女主角嗰个进发。咁你同伟哥啊？伟哥，你落街好贴地咁拉票啊？听讲系啊系啊，我周围去揾啊，所有啲市民啊，今日啊，当然系我哋公司最好嘅同事啦、啊，都一定要向佢哋拉票啦。耶！嗱，仲有 B B 来了，呼声好高啊 ！B B 来了 ，B B 来了系攞硬啊！攞碗翻嚟，攞硬啊！今年系攞咩先？我点知啊？仲要攞硬啊！今年就攞碗俾你啦。系，是咁的，法官阁下，我有代表，系啊，我哋好有信心啊！我哋好信，因为我哋好多提名啊。不过咧，个信心就系个剧，我对自己冇乜信心。不过我会努力噶啦。你已经拉入票啦，叫大家投你票啦。我会着靓啲噶啦。好呢边先，系阿李伟，阿李老人家嚟讲咧，你应该最有资历攞奖噶啦。系啊，喂啊，今年我未必啊，未必啊。点解啊？今年我撑翻我哋做剧啦，大帅哥。大帅哥。系啊，咁啊，大家记得投票啦，好唔好？系啊，好。好，咁咪坐，食得开心啲啦。耶！